空间大剧场。第五人格最尴尬的时刻，当蜘蛛遇上野人，野人的野猪拱飞了蜘蛛，蜘蛛四脚朝天，太可爱了。遇到蜘蛛时不用怕，我们这期视频通过实战的方式让大家看看野人是如何遛蜘蛛就队友的。好一个关注哥哥，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点个赞，并关注小龙哥哥，下期视频更精彩哦。两只乌龟，两只乌龟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龟壳，还带着兔耳朵，真奇怪，真奇怪。